是吗？是在这里啊。我们现在要拿这个我们传说中的传说，传说中的传说夜与火之剑，它的位置呢是在这里，不太好拿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那我们先传送到，这是卡利亚山寨，是在这个耶利尼亚的北方哦。在这个山寨呢，门口外就有一个船店，你想办法先上楼，往左边走，左边走，它可以上楼。帮我上楼，上楼之后呢，得到这个传递。不容易找啊！一路上会有一些兵哈，把它清掉。白天视线比较好。跳级你就没话讲，跳你你就没话讲，用跳级，跳级对我们世界来讲是三连跳。这边有一个坑，有一个洞啊，从这边跳下去就对了。啊，哎，这下面啊。我们走下去好了，斯文一点。哎呦，赶快开啊！怕我们偷袭啊！夜与火之剑，啊，我们得到了。这里打开是哪里啊？哦，这就出去了嘛。哎，哦，懂了，懂。